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企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这一讲呢，要来继续讨论市场均衡分析哦，要来继续讨论跟市场均衡分析相关的议题。我们在上一讲呢，有谈到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样态哦，也讨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各种的后果。我们有提到。好，一般社会大众呢，常常会因为一些很素朴的想法，吼，觉得比如像我要保障弱势群众啊，或者不想要这些投资客炒房啊，会要求政府介入市场，吼，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吼，最常见的比如像价格管制啊，规定说，哎，你这个某某东西，比如像口罩的价格，吼，有个上限不能太高，或者说要求政府管制数量，吼，管制供应的数量。或者说呢，要求政府作为买家或卖家在市场上买出或卖出东西以平抑物价，或者说要求政府课税、哦、比如像我们有提到课奢侈税的例子以抑制房价，常常会有一些这些素朴的想法、哦、希望政府干预市场以达到保障弱势，我刚刚讲到的，或是说抑制房价的这些种种的 目标。可是呢、哦、我们有谈到往往、哦你基于这些素朴的想法，要求政府去进入市场做各式各样的管制，常常会看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结果呢，并没有像你想象那个样子。我们今天呢，要来再谈谈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的有名。干预市场的实例，巴黎的房租管制。我们要来谈这个巴黎的房租管制。这个大多数呢，这个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呢，都会谈到这个例子。都会谈到这个例子。哦，这个巴黎的房租管制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哦，这个是发生在法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一件事情。哦，法国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总计差不多超过三十年。哦，三十多年呢，实施严格的租屋市场管制。什么意思？哦，当初呢，大家会有一个素朴的想法，哦，包括现在我们也是这样觉得嘛。哦，那个租房子呢，应该是比较弱势的族群，然后那有房的呢，尤其是房东哦，非常可恶哦，非常可恶哦。为什么呢？觉得这些人呢哦，不是生产哦，莫名其妙，就是因为他有房子，他就可以赚那个钱哦。那时候普遍上都有这样的想法哦。那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大家就说，哎，我们要保障弱势的哦租屋族群哦。那时候呢，法国人就这个样子讲，所以就实施严格的租屋市场管制哦。主要管制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房租上限、哦、你要保障他，所以就是房租、哦、不能够调涨价格、哦、可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有些时候呢，你做价格上限的管制呢、哦、会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回避的手法，比如像说用回扣的方式啊，哦、名义上呢付个房租很低、哦、比如像一个月一千块钱，那另外呢、哦、就给房东各种礼物啊，或者说给他股票啊这种东西啊，那些东西可能值、哦、比如像 maybe 一万块两万块。哦，以至于名义上是一千块，可是实际上付到两万一千块，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哦，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包括各式各样繁复的规定呢，保障你啊、房东不能对租客行使类似这样的事情，而且也限制呢，哦，包括不准任何人剥夺房客居住的权利。哦，那因为你房东没有办法赶房客，哦，房客一旦住了，那房租呢，如果他就是付一千块钱，你。房东没有办法说，哎、欸，虽然法律上规定你只能付我一千块钱，可是因为你不付我其他礼物，我就把你赶走。哦，法律上规定不能够这么做，所以房客呢也就乐于每次都付一每次付房租就付一千块钱就好了嘛，每次房租就付一千块钱就好啦。哦，不会付其他的东西，因为反正我就住下来了，法律保障我可以永远住下去，你不可以赶走我啊。至于既然规定说一千块，我就只是每个月就每次我就付你一千块就好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实施了严格的这个租市场管制，管制房租的上限，那也透过各种方式确保那个房客呢，真正也只要付到这个房租上限，然后不会额外再多付一些钱。房东呢，不能赶走房客，然后所以房客住下来就一直住下来了，然后一直住下来了。那这个严格的租市场管制呢，最后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哦，我们上次哦前面的分析有说到。哦，如果你设立了价格上限，那这个价格上限的低于均衡价格，他们设在法国那时候做了严格的房租管制，哦，它确实是有效，有效到时候它显然是比均衡价格还要低，它才会有效嘛。所以它就设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很低的租金的管制，不能超过这个价格上限。结果会造成什么呢？
又造成了大量的超额需求嘛，大量的超额需求，那超额需求有两块，一块是很多人要来挤这个 房子，另外一面呢是没有人愿意，没有人呢愿意去怎么样，那个供给方呢没有意愿提供哦，提供这个服务哦，没有人愿意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就有大量的超额需求，那供给方呢，供应方那边呢就没有意愿提供好的服务哦，提供好的服务。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啊，哦，有大量的超额需求，包括两块，一堆人想要来住，哦，一堆人想要来住啊，住不到。那但是更重要的另外一块，是因为价格太低，所以房东呢就不想翻新房子，也不想出租房子，就造成了更多人没房子住的窘境。然后有一堆房子，如果你是房东，你有房子，你要不要租给人家？你不想租给人家。你想不想分新翻修？如果你已经房子租给人家，你也不想翻修，因为每个月就收少少的钱而已嘛，这个钱搞不好拿来维持都不够哦，维持都不够，那你更不想翻修啊。如果你有房子，你会不会想办法要租给人家？租给人家哦，没办法收到多少钱，而且如果碰到一个 OK 一直住下来以后，赶也赶走，赶也赶不走嘛，那怎么办？我宁可怎么样？我宁可做其他用途嘛，我自己家人住也爽啊，或者说我就干脆就不盖新的房子。哦，所以就大量的打击了这个供给的意愿。哦，大量打击了供给的这个意愿。哦，有大量超额需求。那这个大量打击的供给意愿呢，导致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哦，有个学者，哦，这个 Bersen Sidney，哦，在1948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在讨论这个打击到那个什么供给意愿的那个效果。哦，那个时候呢 ，1948 年的时候呢，在那个法国，哦，原来在巴黎那边呢，哦，房租非常非常的便宜，一个月的房租呢，哦，根据记载，大概等于11包烟的价格啊。台湾现在一包烟多少？一包烟几千几百块嘛，一包烟几百块，所以一个月房租等于11包烟1100块，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月房租只要1100块，那个非常非常便宜啊。哦，所以这个 Bersen Sidney 在1948年就有发表一个调查报告，就是说。因为这个房租很便宜，所以在管制的期间呢，他就说1930年代呢，大概那个时候战前，哦，战前30个法国的主要城市呢，他就说，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设立了这个价格上限，会严重的打击到供给方，哦，提供给的意愿，然后供给这个服务的意愿，哦，供给这个服务的意愿，所以他就说，你看在1930年30个法国的主要城市呢，有 23% 的人呢居住在没有自来水的房子，房租太便宜了啊，房东呢根本也不想要翻修这个房。23% 的人住在没有自来水的房子， 50% 的人呢，他住的房子呢厕所没有自来水，哦，厕所没有自来水。然后在巴黎呢，有超过 8% 的房子呢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哦，没有厕所。哦，今年我说现在呢，啊，在台湾呢很多人哦。旅游哈，会想要去法国，然后尤其想要去巴黎哈，觉得那个地方很浪漫，然后漂亮的城市之类。可是我跟你说，哦，这个法国呢，尤其在巴黎，在20世纪前半叶以前呢，是个很脏的城市，然后很脏的城市，然后呢，你看在巴黎，哦，那个时候有 8% 的房子呢，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哦，他已经那时候算是。那个工业国家人哦，先进工业国家，你当然不能跟那个时候1950年代以前，你去跟那个中国哦，还是在低度开发的那个阶段去跟他比。可是那时候法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了，结果在首都有 8% 的房子，其实里面还是没有厕所，然后还是其实蛮脏的啦，所以它还蛮脏的。然后跟那个研究就说，跟其他同样等级的这个国家的城市相比哦，确实是。法国的房子呢，哦，确实是比较破旧，哦，确实是比较破旧，哦，比较破旧，哦，那因为很多人呢，那时候人口成长的关系，很多人到这个大城市来找工作。那问题是因为有房租管制啊，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建新的房子，房东也不愿意租给人家。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说有超额需求，哦，超额需求，哦，所以呢，反而扩大了贫民窟的规模。哦，很多人没房子可以住啊，啊，去哪里？那，啊，可能就流落街头啊，啊，你。会找的在市场上会能够找到房东愿意租你房子吗？因为有严格的房租管制，哦，所以反而怎么样？反而找不到房子，哦，房东不愿意租给你啊，房东不愿意租房子给你，哦，房东不愿意租房子给你。那时候在法国实施了这个房租管制呢，哦，实施这个房租管制呢，哦，不止在法国实施了，哦，在20世纪前半叶呢，
哦，包括像我印象中在纽约也有实施啊，没有像法国实施那么长了哦，可是也在纽约有实施。那有些学者就有研究说，这个现代纽约呢，这个贫民窟的规模在那个时候呢扩大，而且应该是说在那个时候开始出来有贫民窟，而且在那个时候扩大啊，就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就跟纽约那时候学习法国搞房租管制有关系。你搞了房租管制哦，结果是一堆人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因为是新兴城市啊，哦，纽约。哦，也不能说新城，应该说是大城市，很多人都要来这边工作啊，很多人都要来啊。结果来的时候呢，找不到房子啊。为什么找不到房子？因为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人家嘛，因为租给人家，就像我刚刚讲的，价格非常低哦，11包烟的价格而已，这个可能连基本的维护都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翻修啊，也没有办法翻修啊。哦，所以很多情况上呢，就没有人有意愿哦。盖新的房子也没有人有意愿呢，哦，把房子租给人家，哦，结果反而结果是很多人找不到房子住，流落街头，反而扩大贫民窟的规模。在那时候，纽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在法国呢，哦，这个严格的房租管制之后，也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最后到底是不是保障了弱势的族群？很像没有，弱势族群就流落到贫民窟。然后呢，这些研究又有在讲，到后住搞了30年之后呢，反而哦，房东变成弱势族群哦，很多人呢，哦，房子对他们来说变成是负资产哦，房子变成是负资产哦。那通常很多有房子人是老人嘛，哦，老人那老年以后呢，没有办法靠房子继续供养他的老年的生活哦，反而变成贫苦无依啊。那小孩也不愿意继承这个房子哦，那房客呢，哦，反而过得相对来说很爽哦，你只要付1100块嘛，在台湾现在1包烟100块啊，11包烟就1100块而已啊。很便宜的价格在租房子了哈，很便宜的价格在房，所以反的结果呢，并不像你原先这样始料未及哦。所以1948年以后呢，这个法国呢，他们就撤除了这个管制哦，就撤除了这个管制。那现在呢，大概经济学课本呢，哦，大概基础经济学课呢，都会谈到这个例子，跟大家讲房屋管制哦，房租管制最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哦，造成的这样的结果。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说，哦，贸然的去干预市场，哦，有些时候会造成了你始料未及的后果，哦，反而会造成你始料未及的后果。我是中山气管的设建员，我们下次见。